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20条措施。20条优化措施是对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完善，不是放松防控，更不是放开躺平，而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是为了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